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同生咒》，十普菩萨第三句看起，普光四次床菩萨摩诃萨得修习菩萨福德庄严，畜生一切佛国度，下头来。清凉大师注解里头只有两句啊：修行佛海，言出刹海。摄普菩萨了，实在讲呢，完全是说的宏护正法。护法的意思说的很多，啊，弘法了说的也不少。我们在前面看到第一尊净德妙光菩萨摩诃萨，啊，那就是一个护法的模范。接着，我们看到第二尊呢，刚刚讲过的呢，是弘法的模范。我们现在看到普光四字床。啊，菩萨摩诃萨了，这也是护法的典型人物啊，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今天佛法的衰，不是衰在没有弘法的人，衰在没有护法的人。我们看到热心护法的也很多啊，是的，他有福没有慧，所以这个护法工作做得不圆满，往往有偏差了。啊，有时候啊，就错得太离谱了，反而障碍了正法。啊，那么有一些护法呢，有慧没有福，啊，知道怎么护持，没有这个缘分，没有福报。啊，所以护法了，一定要福慧双全呐。我们在此地看，普光，这是慧眼；四字床，那是福啊。啊，就像我们前面看到，净德妙光。有福德，有智慧，事出是法，往往啊，把修福摆在前面，修慧呀，还摆在第二。啊，你们要不相信，你看华严会上这两大菩萨，啊，普贤菩萨修福啊，文殊菩萨修慧呀，
普贤菩萨护法了，他是如来长子啊。文殊菩萨弘法了，是如来的树男呐，摆在第二啊。你们想想这味道。啊，这是正确的，这个没有偏心，这是公平的。事实，那就像经上所讲的，法而如是啊，这是自然的顺序，绝不是人为的排列。因此。每一位学佛的同学，无论你是在家是出家，首先呢，学佛法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所以，连阿王菩萨都劝。诸天大众要听经，要闻法了，啊，要亲近善知识啊，这是先决条件。自己具备弘法的能力，要发心修福啊，护法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真有弘法的能力，了解大法，对一切众生殊胜的功德利益，没有人护持，护持佛法的人，决定是内行人呐，啊，外行人没有办法。把正法护持好啊！啊，内行那就是通宗通教啊！啊，显密圆融啊！这样的大善知识，才能够领导正法，护持正法。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呀！道场的主席、方丈和尚啊，他是大菩萨，他的使命就是护持正法。正法久住，教化成熟，这一方的众生，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像从前讲的一个地区啊，现在不是啊，现在是全世界，啊，教化成熟全世界的众生呐，为什么呢？现在许多道场都有网络。啊，在台湾有很多道场啊，他们都相当富裕，这有大福报。他们都有电视的频道，啊，佛光山有啊，慈济有啊，啊，有自己的电视频道。那么他们教化成熟，全世界的。这不是普通人呐！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有了，慧有没有呢？
要有大福报、大智慧，全世界的人都得他的利益啊。大智慧呀，能包容啊。他做校长，他做主席，他没有分别执着，全世界的善知识，他都会聘请做他的教员。啊，这个是全世界佛法的领袖啊。如果他有门户之见，底下这个弘法人员，他是有选择性的。自己不欢喜的，决定呢，他就不请。以自己利益为主，而不以众生的利益为主，这就没有智慧呀。真有智慧的时候，没有自己呀。我们常常讲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没有自己的利益，只有啊一切众生的利益。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啊！今天这个卫星电视频道就是佛教的大道场，能有这个机会，就要把佛教所有宗派都要在这里开阔啊！聘请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来担任教学啊！现在聘请老师不难呐，不一定啊，要到你电视台里面来讲演呢。就在他自己居住的地方，他自己的道场就可以录像，把录像带拿来播放上课就可以了吗？不需要劳动这些善友啊。可以利用啊就近的这些设备。把它做成资料。按照时间来播放，这个世界上，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，他想学什么法门，啊，就像办学校一样嘛，可以先把这个讯息传达出去，看看有多少人想听这个法门，想学这个法门。然后我们再选经，再选教员。真正从事于弘护工作的善知识，决定没有成见，决定没有分别执着。修行人在这个世间，佛教导我们的随缘而不攀缘呐。哪个地方有邀请，哪里就去了。
啊，不是住在一个地方。啊，出家人，啊，这个是特别讲，啊，出家修行的人，过的生活行云流水呀，没有一定的地方到处参学。善财童子五食三餐。首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哪里有缘到哪里去啊，成就自己的圆满厚德志。啊，谁邀请你呢？护法的大德，啊，他来邀请。大概呀，一般护法都是长老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过去都是从事于弘法的内行人，弘法是到老了，啊，老了的时候啊，结的缘广啊，啊，供给众生广结善缘。啊，一生是布施吗？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所以到晚年福报一定现前。福报现前说，就做护法了。啊，从前是做教员呢，现在可以做校长了。要把年轻的弘法的善友要带起来呀，要帮助他们，成就他们。啊，那我们今天遗憾的就是。住持、护持佛法的大德，缺乏了弘法的这个经历，啊，所以弘护啊，都出了问题。令人感到遗憾呐！啊，但是事实虽然如是，我们知道一定啊要尽一份心力，啊，全心全力啊去做。把弘护的工作做好，那么说到弘护正法，首先的是要培养正知正见的善友啊，这个事情在现代。确实不容易啊！为什么呢？真正修道，一定要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。世尊一教里头有两句话，必须彻底做到。第一个是
以戒为师；第二个是以苦为师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能持戒，你不能吃苦，那就难了。真正修行人是很苦的呀。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做出榜样给我看，95岁这样的高龄都没有人照顾。自己烧饭，自己洗衣服，啊，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头，啊，15平香港是讲平方英尺，啊，大概是500尺的房子，啊，一个小房子。小客厅、小佛堂、一个卧房，想照顾他的人很多啊，他拒绝。95岁以后，才让学生们照顾他的生活。2年，他就往生了。他往生的时候97岁，这是末法时期真正善知识做出好的形象给我们看的。无论什么事情，自己处理，自己做，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？吩咐别人呢，叫别人去做，没有这个福报啊。我在台中10年，当中有5年，我自己烧饭。啊，我向他学习，一天吃一餐。啊，那么以后再出来讲经了。啊，韩英馆长护持。啊，我自己不要烧饭，不要洗衣服了。我的福报。超过我的老师了，啊！但是多少年来，在海外弘法，我没有失职，我就是孤家寡人一个。啊，在许多国家城市去行走啊，啊，言语也不通。但是事先聊了好，啊，一下飞机他们就见到我，就接待，啊，一站一站的时候，通通联络好，没有助手啊，啊，看看现在年轻法师出去，啊，都有好几个侍者跟着。我很感叹，他们的福报啊，超过我了。啊，这福报啊，一代比一代超过了。德行、道行、学问，
能不能超过前一代呢？这个问题不能疏忽。假如我们的德行、道行、学问不能超过前一代，这个福报享了啊，很容易堕落。啊，为什么？李老师不受学生的照顾，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做模范。给我们后学看，这是真正的用意。啊，第二呢，也证实他有体力，啊，有能力呀，自己照顾自己，不需要别人照顾。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，自己体力衰退了。没有这个能力了，他做榜样给我们看了，这是教学啊，这是现身说法了，把如来、化身菩萨、真善知识。那个样子做出来给你看，我们才有学处啊！看这个样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啊，那么我也有人想照顾我，啊，我为什么不接受呢？你们想想，这个道理不难懂啊！啊，我要一接受啊，底下一代就变本加厉。我们想想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接受？啊，诸位要记住，释迦牟尼佛的使者。阿难尊者，阿难尊者什么时候当释迦牟尼使者呢？25岁，我们就能想到，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的那一天，阿难出生。世尊示现成道之后。就在落叶园开始教学了，啊，教五比丘啊，开始教学了。世尊一生教学49年了，啊，就算是50年吧。前面25年，释迦牟尼佛没事这样。到第25年的时候，阿难出家，发心做他的使者，这个他可以接受，是他的小堂弟。啊，也知道，将来他是传法的世尊灭度之后，集结经藏，是阿。阿难跟迦叶2个人的工作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开始弘法利生前25年都没有事的，做给我们看的，难道他没福报吗？王子出身。让家里派这个人的时候都很容易呀，都不难呐。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做给后学人看的，给后学人树立一个修行人的样子啊！啊，我们现在讲形象啊。这些地方，我们读经，我们读史，不能疏忽。我们向佛学习，要在这些地方下功夫。首先要认识清楚。啊，年轻，作威作福，那个习气很容易养成。无量劫阿赖耶识里面，含藏贪嗔痴慢业系种子，够多的了。啊，现在看看一般人，啊，那一种排场场面，啊，你看到很羡慕啊，也想获得啊，你没有想到，那是什么个因果啊？真正学到的人，念念当中不能忘记，宇宙人生真相里面的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时时刻刻提得起。这个样子才能保持在菩提道上啊，没有走向歧途啊，没有退转呐。啊，我们今天勇猛精进做不到啊，确实天天是在向前进。啊，于是这个地方菩萨叫我们修习菩萨福德，庄严畜生一切佛国土，做到这一个单元的经文啊，听量呢跟前面确实不一样了。每一句的都加上啊，一切佛国土啊，一切众生啊，心量确确实实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摄普菩萨了为我们实现。啊，为我们展现出这种形象。啊，我们应当啊修福。福德加上一个菩萨，不是人天的福德，不是二乘的福德。菩萨福德怎么修呢？跟人天二乘没有两样。
四相上完全相同，用心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？世间人有分别执着，二乘人虽没有执着，有分别。菩萨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样修福，菩萨的福德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不着相，修福不着修福的相。啊，佛门里面的术语叫三轮体空。天天修福，念念修福，心地里头啊，你痕迹都不着，这个福德是清净的福德了，自在的福德了，果报不可思议。用这个福德，庄严畜生一切诸佛国土，这是我们要记住、应当要学习的。再看第四句：普宝应妙光菩萨摩诃萨，得观察佛神通境界无迷惑些他们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。以深妙智观难思境，故多处不迷，多结不应。这几句话说得好啊，但是关键呢，在第一句。深妙智慧呀！如果我们没有深妙的智慧，就难办了。啊，菩萨得号普宝应妙光。名号里面就含藏着深妙智慧。普心里头没有一物啊！啊，《六祖坛经》里面讲的。本来无一物，这个心就普了。普遍法界，普遍虚空啊，是一个智慧的心，是一个福德的心啊。是一个普度一切众生的心，宝眼妙光，宝比作福，
妙光比作会，啊，正是清凉大师所说的一身妙慧。观，他的法门，观察佛神通境界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。普贤菩萨在前面讲。法性离体啊，是不思议境界，没有生妙智怎么行呢？这个生妙智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根本智。本质也就是不动质啊，在一切境界当中，啊，佛境界是一真法界，众生境界是十法界。从来没有动摇过，那个心是如如不动啊，周遍虚空法界，这个心就具足了圆满的般若智慧啊。我们怎么学呢？善财童子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，列思练心，功夫就在回光返照啊，凡夫啊，那个心往外头跑啊，他回不了头来。圣贤人跟凡夫不相同的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他能回头。啊，孟夫子所说的。学问之道无他，在求其放心而已。啊，凡夫的心嘛，不得往外的跑啊，心神不定，一天到晚想东想西呀。真正做学问的人，把这个心收回来。啊，眼是看了，没错，看了之后收回来。不被外面境界所动摇，不被他所迷惑，这就是功夫。佛家也是做这个功夫。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所示现的梵文文字性啊。性称无上道啊！啊，这是举一个例子，耳根。啊，你看我们凡夫，耳听外面的音声，啊，听了怎么样呢？啊，听了些音乐，啊，跟着这个音乐啊，手舞足蹈啊。
生息七情五欲，你被这个音声勾引走了，你受他的影响啊，你被他迷惑了。观音菩萨跟我们不一样，他能从那个音声回头，梵文文字性。眼见色，能够反见，见自性啊！六根可以往外头接近啊，外面六种境界接近啊，你要知道回头啊。所以佛家常讲，回头是岸。儒家讲。反求诸己，都是这个意思。回头要紧呐，不能不回头啊！啊，中国的文化，在古时候，做大官的人。发大财的人，啊，叫大福报、大福大贵的人，手上常常拿着一柄如意呀。啊，我们现在出家人这个衣服，这福田衣，这个挂钩，这就是一个如意啊，如意的像啊。啊，叫你常常看到。常常摸到，如意表什么呢？回头，你看如意那个头是回来的，回首如意，回头就如意了，不回头就灾难了。事出世间，大圣大贤，他们的功夫都是知道。回头，不会被外境所迷呀，无迷惑。啊，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啊。啊，境界，设法界。一真法界，修行人不能不接触。善财童子用五食三餐来表法，啊，给我们实现这个境界。做出这个形象来给我们看呢、可以看，可以听，可以接触，决定不能够染着。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教给须菩提尊者。还是这一句话了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不取相，绝不着相。也就是说，绝不被外面境界相所影响。现在人家影响，不被他影响。不被他动摇，相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智慧。啊，心里是怎么样呢？如如不动啊，这是功夫，这是禅定。所以，
定慧等觉啊。定慧等用啊，不是叫你不接触。接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要知道，真相跟假象啊。啊，《金刚经》幕后偈子说得更好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佛这首偈好啊！啊，我们应该说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啊，对于宇宙人生呢，用这个看法就对了。这是诸佛如来的看法，这是化身菩萨的看法，正知正见。不是这个看法，那你就看错了。所以，他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，他怎么会被迷了？他怎么会在这个境界线上起心动念，怎么会去造业？不可能呢、啊！真正明白了，你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随缘。啊，佛家讲随缘不变呐。啊，我早年讲经，把这一句啊说成四句。啊，当年我记得赵默林老居士听我讲，他很欢喜。哎，他说这个我从前没听说过。啊，我把这四句设为修行四个层次。不变随缘是如来，是诸佛如来。他不变呐，他随缘呐。随缘不变呢，是菩萨。我随缘里头学不变，啊，也就是我随缘，我在随缘里头学什么呢？学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啊，在顺境里头学这个，在逆境里头也学这个，在善缘里头还是学这个，逆缘里头还是学这个。这个是大智慧呀，大福德了。啊，那么还有一种呢，不变不随缘，这什么人？二乘人。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他不变了，但是他不随缘。这小乘呢、啊？另外一种，我们凡夫，随缘随着变，这就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我把这一句开作这个四句，四个境界。啊，我们要在随缘里头学不变。
这也是修学纲领啊！啊，佛慧双修这个地方讲观察，这是妙观察智啊！啊，真正能够啊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。我们不能不在这里下功夫啊，在什么地方转呢？就是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头去转啊。开始学难呢，哎，刚刚转了一转念呢，又跑掉了啊。禅宗那个木牛图啊，很有味道啊，那就是讲我们这个功夫啊，这个修学功夫啊。十个层次，啊，他是用这个木牛图来表现的。我们烦恼习气重，收不住啊，哎，但是觉得收了，行，收了马上就跑了，再收回来，逐渐呢，功夫成熟了，啊，大概你要想真正能有把握做得了主，给诸位说啊。我是用了10年了，张家大师传的这个方法，李炳南老居士麾下了观察境界，在这里头练功啊。啊，练就是不被外境所转。怎么个练法呢？心在经教上，我用这个方法。啊，你不，你心总的反复，那个心总是要一个地方安住吗？我把我的心安在经教上，全心全力学经教，啊，不理会外面境界。外面境界很好，点点头好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啊，善人也好，恶人也好，不放在心上。我用这个方法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